开始了。OK, game one, Geck0m versus Nukr. 比赛加油。上次 Geck0m 是在几月啊？我忘记了，九月吧？对，九月 Geck0m 给我们看 Ice Climber 的，对，多恐怖，超猛。对。Oh my god！你不能碰他。他跟上一场一样是带那个 Battlefield， 突然忘记他的名字。Geck0m 是在高雄吗？然后我们订了一个 Top 5 player。哦，这个 Perry 两直接吃到两个 Up Smash。这个不是 Ice Climber 的优势。娜娜完蛋了。Oh no！ 娜娜又完蛋了。妹妹。完蛋！来 ，Oh my！ 哦 ，Oh Display！Display！ 哦，再吃一个刀。Oh no, desync。我真的觉得会desync的人都真的太扯了。Geck0m 的，Geck0m 的 parry up smash 很准。好扯。Oh no, 这个Ganon玩家。啊。现在Geck0m一个 stop lead。那个 side B， 哦，修哥，完蛋，破盾了吗？啊，他现在高趴了。Oh no! Oh my god, desync spike. 这个就是 Geck0m 的，真的很猛。他真的超会做这个，我也有感觉，在九月的时候他也有这样弄的。好扯。再加油 ，Auto Walk。Auto Walk。Yes， 他在，他有在看。Ice Climber。OK， 下一场开始。Yes， Game Two。换角色，换 Cam 了。我觉得那样啊。还有 Ice Climber 的 Cut Super 超强。哦，比赛。看 Geck0m 玩 Ice Climber 会害我想要玩 Ice Climber， 他真的让我觉得很帅。对，好强啊。Mark 二零，妹妹掉下去了啊。
Chin Mark. Oh, 最后一名。Chin Mark. Oh. 有可能会。Oh, 夺下这一局哦。Nice, 这个 Perry。上兵，安娜被打了。安娜，哦没有，是 Purple。破。安娜被有人救。好。哎，打到妹妹了。167，来一个 solo Purple action。哎呦。这个只要在一个。那个抓到一个 Jab， 啊，哎，把他反弹了，把他打回去。哦，这个 Shield Pressure， 哦 ，Jelly Open， 有这个，哇 ，Geck0m 真的忍耐的，哦，哎，哦，红魔色，哇，1-1。啊！决胜局。Yes， 进入 Game Three。现在 Geck0m 在 Ban Stage， 现在 Nukr 在 Meditate。还要喝一下水。对啊，冷静一下，思考要带哪一个角色。Nice. OK， 最后选 Ken。决胜局，决胜局。Smash miss 了，太早了，放太正。看来看的 side B 可以保持，让娜娜跟波波没有在一起。Nice， 一个 kill confirm 的，蛮好的。
啊、哦，扯，哎、欸，两差26趴。哦，那个 T 还 T 二单哦，理性，差一点。Oh my god！ 好、哦。哦，直接抓到这个票了。哦，这个、现在 Geck0m 一定要拿到一个很好的底线。那个脚刚好碰到了，哦，不错的 spacing， 追回来了。Oh my goodness，OK，、okay, 最后一条，对，这很重要，哪哪就被打了。我笑，这个 Q Q frame 就没了。这个爬树都追很快。啊、nice， 这个 roll read， 哇！恭喜！恭喜！